好，那现在是10:50，那我们的议程就准时开始喽。这边要先介绍一下讲者 RS。Arshan is a digital law researcher and a software developer based in Taiwan. His research agenda focuses on digital government and electronic voting. He also writes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data surveillance, flawed licenses, social media regulations, freedom of speech,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law topics in the digital world.那他今天和我们带来的演讲是有备无患先扫再说简讯实联制的观察与争议，他同时也会提到实际上简讯实联制对医疗的贡献有多少，执行伴随的法规争议与苛责性的问题又有哪些呢？那我们把议程就交给 RS 讲者。哦，嗨，大家好。那我今天要讲的 talk 是，今天其实有双讲者，就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就是陈淑莹老师。那我今天要讲的 talk 是，有备无患先扫再说。那主要是要讨论说，我们最近在中研院做的，就是关于简讯实联制资料的分析的观察，以及它的相关的争议。那对，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简报是一个 parody 1922的，就是从头到尾，所以我们不免说要介绍。我现在在中研院法律所当 RA， 然后我 ID 是 RS 江，然后我们另外一位讲者是就是陈顺颖老师，那他要求不要放他的大头贴纸，我们就放了一个黑黑的人物这样。那我们两个现在是在法律所现在做数位政府相关的议题，那尤其是大家知道说数位政府当然包含我们最近的数位发展部，然后已经过去的简讯实联制到，例如说像台湾资料据理 App， 我们都会去讨论和分析和了解他们政策，说它在法规的上面，或是它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或是它在就是不是对公务体系，或是到底对我们社会有没有这样意义？它只是很炫炮的一个哇新的 Smart City Smart Government， 还是它是真正对我们的就是生活有所改善？然后它的 Trade Off， 它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那简讯实联制其实就是一个还蛮特殊而且也很刚好的案例。那我们当然要讲到，就是给大家如果已经忘记什么是简讯实联制，或是2年后大家都不记得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就是以前对，大概在才半年前不到，在车站或是在各式各样的场所里面都有不同的 QR code， 那你用扫描然后传送简讯的方式就有办法，就是透过透过发送简讯去做，就是实联制的类似达到类似纸本实联制的效果。那同时就是卫生单位在需要调阅的，就是你的足迹的时候，也可以据此来就是据此的资料去整理，然后去框列说到底有谁，就是有谁什么样的人去过这样的场所。那这个就是当初的，就是我们直接解行政院的懒人包了。对，简讯实联制，迅速免个资，听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免留个，那店家申请也可以，就是在很快速的在线上申请 QR code， 然后场所代码没有直接对应到，场所代码就对应到特定的商家，但是就是说，当初有讲说会设计一些机制去避免它。那其实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简讯实联制当初实在太神奇了，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那当时很多新闻报道是说，有没有唐凤，就是唐凤简讯实联制。那但是其实这边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你认真去探讨简讯实联制的来源的话，其实最早是大家还记得，就是最早开始就是说要做疫调的时候有纸本实联制，你到餐厅或什么要去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然后以免到时候如果餐厅发生确诊者的时候有办法去追踪嘛。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生包含就是店家没有好好管控实联制的资料啦，或者说就放在那边给大家写，你就可以去翻前面的资料，甚至是说那个时候出现就有没有什么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的人就是非常的吸引他，所以他就偷偷把他电话记下来，然后回去要加他的 LINE， 对，加他的就是发送简讯，等于是就是跟踪骚扰。那像这样的问题当初被提出来，大家也同时对纸本实联制非常有疑虑，所以那个时候民间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因为就是在五月的时候，2021年五月的时候疫情急速上升嘛，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必须要就是做很多升级的
防疫的措施，那其中包含就是落实十连制这件事情，然后包含就是大家开始讨论说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所以这个东西最早其实你如果去看 G 领域的 COVID-19 的频道，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做很多讨论说有没有什么取代纸本实验制的方式，民间或是各级的政府机关也纷纷推出他们自己非常炫炮的就是简讯实验实验制的 APP， 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或是去感应各种的方式，对，然后想办法去记录你的足迹，但是他们好在个人资料的保护设计上面都或多或少有些缺陷，那时候尤其是例如说像民间有推出来的设计，就是说，有一个什么 LINE 的那个简讯实验制小帮手，对，像这个样子，什么防疫实验冲冲冲，你要先下载，你要先有 LINE， 然后你要先就是去同意授权它，就是去记录你的资料，对不对？然后当然它是一个民间的 effort， 民间的努力，但是其实或多或少好像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因为我怎么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在收集什么东西？对，那。这个时候，刚好在军营那边就有皮丘，他就像这边皮丘啊 A 他们几个人在讨论，就先先后后就讨论出说，哦，好像有什么方式是连拿智障型手机的人都有办法去使用的。那时候就讨论到说，如果有讨论到 RFID， 有讨论到 QR code， 然后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说简讯，就是。然后那时候军营就开了一个防疫夜车小松，就很多人熬夜就是。讨论，然后在这个就是神秘的线上，就是他们就讨论出了简讯实验这个雏形，然后刚好那时候唐凤颖也在频道里面就刚好看到，就说好，那政府可以进来用政府的紧急采购的方式去联络这些厂商，变成说他原本设计机制上你不是要传送讯息到一个门号，那个门号帮你记录，万一疫调单位有需要的时候再从这边把资料调过去，对不对？那由政府来做的话，等于是说，原本民间要负担租用那个，例如说以前你什么55688，然后什么55123，原本要租用那个号码是要成本的。那现在由政府来做的话，等于是政府 cover 这个成本，因为变成公办的一个就是简讯实验这个系统。那从这里就是被政府就的小组就 take over， 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当时军营上面有些讨论啦，然后他们有给予这个去做一些延伸，修改成政院版，然后很快就是5月19号就记者会出来了。对，那这个大概是他怎么来，所以他并不是，就是你要他很特殊的地方在，他并不是一个政府或者什么哪个企业去找政府兜售突然 book 出来的一个事情，而是他是民间从民间发展被政府拿起来，所以他变得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在台湾在国际上，如果你去看英文推特的话，就看到哦，台湾 can help，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公民防疫的一些就是措施和公民防疫的成果，其中一个可能就包含说我们的防疫措施是大家自己想出来的，这点可能本身并没有很大的错误，不过我们就有一些初始的疑问，就是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关注到简讯实验这个点？是对，当然一个是实用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看，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用。那网友会去批评说这个东西没有用啊，或者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扫，或者说我要怎么知道说就是我虚晃一下，就是有没有办法侦测到说，或者我要怎么知道说政府有没有在偷偷追踪我的脑波，对不对？这样就很害怕。那他其实我们那时候注意到，其实。一个是简讯实验制本身它到底的就是实用性为何，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一开始疫情非常就是紧绷的时候好像都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了，但是大家好像并没有讨论说好，那到底例如说遵守的比例多少，然后对疫调到底本身有没有帮助，然后甚至说后续就是后续开始有人开始在问说简讯实验制到底收集到什么样的资料，然后像那个时候发生那个是说万华的热点等等，那时候框列了很多人，那他有用很多不同的手法，有用传统的疫调，有用简讯实验制，然后各式各样的方式，那他到底这个简讯实验制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好像没有说清楚。对，那所以台选会他们有去做就是政府资讯公开，那当然后来我们自己有做政府资讯公开，那就是目前台选会这个比较早，他们后来有拿到一份就是卫福部的解释，那我们这边目前自己做的还没有人就是回复我们，所以我们在打行政诉愿。对，那这个就是
但是我们就讨论说，如果没有办法评估效果的话，那为什么要持续编列？当时啦，为什么要持续编列预算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以记得，可能最早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就编了这个预算，然后说我们来做做看。但是可能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立委或是就有媒体在讨论说，那我们还需不需要简讯时间制？那那个时候是说，可能编到可能用到6月30左右，然后再来评估要不要续。但是他其实当时都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数据说，到底为什么要简讯时间制？好，那这边很好玩，就是当然后来就是政府被就是各种敲打，所以有调出一些资料。那我们就去看他的就是资料员，当时唯一官方你可以拿得到的是从 NCC 的 Facebook， 不是他的官网，也不是他其他地方。对，他的 Facebook 会有做这样简讯时间制的数量统计图。那五月简讯时间制5月19号开始做，那他大概在我6月27、28，反正就每周一。大概或多或少每周一会 PO， 那如果遇到有时候遇到国定假日或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跳过，对，总之他就是脸书的小编会负责非常华丽的做这个事情。然后你看我们就非常认真的就把每一张图然后存下来，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不同配色，非常的努力，对。然后除了 NCC 之外，后来大家知道就是后来因为调简讯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就有出现一个就是疫调辅助平台，可以协助卫生单位调简讯。那它这个东西其实在可能七八月就八九月就上线，但是当时就是大家只是说哦，你可以上网输入你的手机号码，收验证码之后知道说28天之内有没有疫调单位调过你的简讯嘛。但是可能到10月、11月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底下都说这个东东，就是他突然多出一个很炫的统计数字，而且他是每日有大多时候是每日更新，但是他没有历史资料，就是 NCC 那个他至少贴在脸书上，你可以去看说之前前几天的状况，但这个就是你当天没有上那个网页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 effort， 就是包含 NCC 的那个资料，然后我们用Wayback Machine， 我们自己写了一个 Google Web Script 的爬虫，就是去天天去爬它，然后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趋势观察。所以这个文章其实主要就是从我们写这篇文章做这些，其实最主要是从极少我们有办法取得的就是趋势观察的这个资料，去看说那简讯时间制跟疫情的变化，跟人潮的变化，然后跟就是例如说他调阅，然后到有没有办法找到确诊的人，我们试着去猜测他有没有用。那我觉得这个是静态的图表，那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看动态的图表，因为我们因为要合法的在上班时间写code就要做。然后做成图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最早，就是你看到蓝线和就是淡蓝线，这个是我们从 NCC 公布的画图。那因为它是公布大概就是7天，它最早公布的时候是一大段嘛，因为它可能过了一个多月才公布，但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每周这样做更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去取着7天平均。例如说，如果是中间隔9天，我们就除9；那如果中间隔7天，我们就除7，然后去试着画说最早那这个东西简讯时间制从就是开始使用到就是疫情趋缓到底有什么变化。那我们把它跟就是确诊数跟就是各式各样的大家知道 Google 那时候出了一个人潮人流报告嘛，就是说相对于2021年1月，就是上个世不是上个世，就是世界变化很大之前的总计的人潮，那他会算出一个百分比，就是说例如说在特定的场所人潮减少了多少。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下来，然后去跟时间制简讯所传送的状况去做叠图。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蛮多有趣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大家当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能会问到底有没有关系，那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就是简讯时间制传送最蓬勃最多的时候，其实是大家一开始疫情发生最严重，然后大家最害怕的时候嘛。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人潮，就是随着简讯时间制数量的下降，就是人潮是逐渐的回升。那这边就是你在伴随着确诊数的状况，就是其实每天的确诊都非常零星。那我们其实很难从，就是你很难去证明说，例如说时间制简讯传的越多，那就可以抓到越多确诊人，因为并没有，就是看起来并没有，而且反而是人变多了，但是简讯数量下降，反而代表说大家要么就是之前扫的太多，要么就是之后扫的不够，或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论，因为它没有就是很好的去区分说到底资料来源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说这个数据很显然不合理。那其实你如果去看到中间有一些例如说尖峰的地方，像九月，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推测像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啊，或是有一些就是中秋节啊连假，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例如说工作场所和那个零售场所的那个人潮变化是整个倒过来的嘛，因为你在放假的时候工作场所就会骤减，然后就是零售就会骤升。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其实好像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变化，或者说好像大家特别去扫它，对，那反而是非常奇怪。那我们这边有列几个重要时间点，就是你看从看起来反而最就是最影响大家反而好像是社会风气，就是你看那三级警戒的时候时间制的就是扫的就是遵守状况非常的好，那大家都有就是去配合。但是从降为二级警戒，然后 Delta 群聚的时候，可能就是都会有一些恐惧发生。但是随着例如说疫苗开始施打，然后本土开始零确诊，然后就是这个条件非常非常趋缓，开始就是好像就是时间制就开始啪啪啪一直往下掉。那好，我们回到就是前一幕，那我们回到简报。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就是这个是最早只有 NCC 的时候，那接下来其实跟着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就是 NCC 公布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在11月左右，我们看到1922简讯192的疫调平台也出现了这样的资料。那其实因为他们都是列的是删除数嘛，所以对于删除数来说，我们就会回推，因为你删除是简讯发送28天之后才删除，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把那个删他公布今天删除或是昨天删除的日期，我们就可以把它回推说哦，扣掉28天，那它大概是就应该是在28天前的那一天发送的。那你为什么刚刚这边会有两条线，其实是因为他是先公布就是传送数，然后再公布删除数，但是因为他们中间会累个28天，所以我们用删除数回去推的话，在 NCC 这边可以得到比较就是漂亮，对，得到比较早的资料。你就可以看到有一段是因为它有一段是原本是40天都没有资料，都除以40，但是如果你用删除数回推的话，就可以得出那一段。但是因为后面它大概就有点重叠，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取 NCC 的部分取传送数来看。那1922的话，因为它只有删除数，但是它可以提供每日的就是状况，所以可以比较精确对我们做比较。那我们做比较，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说，其实很好玩，就是如果你去看就是1922的话，你可以看到每天它就大概会发，就大概会随着周一到周日有一个很稳定的就是波动，可能就是到在周末的时候会比较高。那我们就推测啦，可能是因为周末的时候你去的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就是餐厅、游乐场所，那可能这些地方比较严格在执行十连制，所以可能这些周末的地方比较高。那有一些不符合这个波形的部分，我们就后来有去查，例如说像跨年，然后有一些是那个零售业设施有突然出去，我们就去查哦，好像有一些是什么百货公司周年庆啊，然后对，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解释，像跨年的时候这个就很好说明啊。那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变化，就是例如说本土30日零确诊之后，大概简讯时间就是掉到一个就是几乎是要就是一路往下了。但是那个时候刚好就爆发就是中研院的实验室感染，因为有就是做防疫的那个做病毒的外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确有爬升一小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稍微有遏制了它的就是下降的趋势，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没有很想要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它有很努力持续的，就是往上，可能就维持不下跌。那反而真正有用的是，就是你看例如说淘机群聚的时候，那个时候又稍微把它稍微往上提升嘛，然后随着防疫的防疫的感觉嘛，大家会觉得紧张。那个时候陈时中在那个记者会上就在一月的时候就宣布说，如果你大家在不落实实验之后，我们就要禁止内用，就回到恐怖的三级警戒的时候，然后那一周就唰，就是对，又回到一个高峰。然后随着那当然农历除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农历除夕相对是人潮的低点嘛，但是就是农历除夕结束之后，可能是因为疫情逐渐的
往上攀升，可能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还在出去玩，对它的那个相对的传送时间制的就是遵守状况比较好。但是其实你如果去对照确诊数来看的话，其实蛮好玩，就是你也是看不出关联，就是反而好像是你看确诊的峰值在前面，后来实验室少的就在后面，并不是实验室少多我就会发现确诊，而是就会找到确诊人，而比较像是确诊人多，大家感到害怕而开始扫实验室。对，那这个是你从1922的，就是这个比较精确的每日的数据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结果。那你对这个是那个时候新闻有没有？即日起严格要求餐厅落实实验制，然后没有执行就要境内用。其实严格来说，他并没有讲真正说要直接境内用，他只是威胁说要境内用。但是像这样的行政指导、行政劝说，对，那就可以发出很大的效果。对，但是我们可以和后面的东西来比较。那我们现在讲这 NCCN 1922，就是很好玩，就是简讯实验制这个东西是由。它应该是卫生主管机关做的，卫生主管机关去发包请电信厂商配合的东西，但是它却是由 NCC 就是管电信商的主管机关去发布这个统计数据，而不是由就是卫福部。那到底谁控制这些资料？到底谁最终要对这些资料负责？它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它两个数据之间也有很微妙的差异，就是我们把两张数据叠图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大图，就是如果你看一下资料来源比较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到说，哦，中间的断点是有时候它网站会没有更新数据，或者有时候一天会更新好几次。那 NCC 这个部分也是，那我们就是蛮无奈的，然后也只能这个也彰显说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去整理和公布这些数据，就是这个都是有点像我们硬凑去观察出来的这样，就是。观察它网站，然后硬把它整理出来，并不是它整理出来一个漂漂亮亮的，你知道，就是官网的统计数据。对，那你其实可以看到说，大致上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1922数量好像，就是每平均数量好像都会比 NCC 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变化大，你大致可以知道说，哦，好像是合理的，因为你平均掉之后，就是峰值会变不见。但是如果你把就是总计的数量就是叠在一起的话，你会看到说，1922的累积简讯数一开始好像比较低，然后1922累积删除简讯数一开始好像稍微低一点点，然后 NCC 好像稍微高一点点，但他们呢就是差距又逐渐的减少，然后逐渐的增加，但是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能说明说为什么两个单位公布的数据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到底要信谁的？那这边有讨论到说，其实有一个变数啦，就是大家可以如果去注意到前面我们说，就是他会公布的话，你会注意到他写夸湖含台北通，但是如果是卫福部的话，他其实就是如果是 NCC 要公布的话，他其实没有讲到说他有没有包含台北通，所以我们在猜台北通会不会是这个之中的就是变数，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台北通的数据。在哪里吗？就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找到台北通的数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画给大家看。那这边就讲到我们刚刚讲的资料开放问题。我们刚刚画的这些资料，就是我们都有先去机关所开放资料开放平台去找。那当然，它上面会有公布说台湾最新的病例啊、检验数的统计啊、公费疫苗接种的名单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包含简讯实验制所，就是简讯实验制的资料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 Open Data 很漂亮 Open Data 平台上面找到和我们这次想要看的相关的资料，甚至是说像那个最新病例检验统计，它其实没有分本土和就是国外，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分析案例的时候，可能本土病例和就是国外就是境外移入病例。记者和就是新闻媒体，大家都会分开讨论。那他的公布的资料集却没有区分，所以包含像那个本土病例，都是我们手动每天去找新闻，然后去整理下来的。那他有这个资料集，但是没有1922简讯实验制的相关的统计数据，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要把那个刚那个网站，就是1922医疗辅助平台，它其实后面有隐藏一个 API， 对，它后面其实就是一个 JSON API， 已经有非常漂亮的 API 做出来了。但它依然没有历史数据，然后我们有试着戳了它一些的参数，也是看不出来说有没有办法调出它的历史数据来。
那他看起来好像也只是服务于那个网站，并没有额外让你可以去呼叫他，或者有什么验证的地方。那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画成表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就是这是爬的那个，就是他每天去爬的，如果有更新就会 log 下来的 query log。你可以看到他有时候每天更新会更新不一样的数据，凌晨三点更新一次的时候比较少，但是早上十点的时候比较多。那我们没有办法猜测这个到底是，例如说机关所的人就是半夜三点更新的时候没有醒呢，还是对，还是早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还有192的变，还有台北通的变算，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说台北通在这个角色里面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一来机关数本身开放就做一半，那二来台北通如果你去找的话，就是一个资料都没有公布，连台北通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公布，对，十分的困扰。那我们就不抱怨台北通了，对，对。那我们财阀基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应该来不及讲，但是我觉得很快指给大家看。我们刚刚讲到，你没有扫时延制就会被罚，但是如果你去看时延制的公告的话，它五月在三级警戒的时候，对象第一个是就是我国境内全体之民众，含本国外国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但是政府不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法院也不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有人上法院被罚了。或是有人在这个时候三级警戒的时候，五月的时候规定，其实只有婚丧礼仪要落实时延制，其他时候你是要配合时延制。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七月的时候，他才会规七月的时候新的规定才有规定说营业场所应该要落实时延制，但是在五月的时候就有人被罚了，但是好像大家并没有去 argue 说这件事情好像很不 OK。 那当然这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邪恶的法律人就是整天在挑这种错，对不对？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对于就是时延制这种东西这么重要，那它又会对我们有这么多影响，那到底是不是该好好的认真的去讨论说，那它的法规依据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就是立好。那我们像我们讲到有效性问题，像我们刚刚讲到调阅数嘛，如果你去看就是这个中间调阅数的数据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像桃园机场群聚的事件，那时候调阅非常多的人，但是调阅了这么多笔简讯，例如说他调阅了就是36万，但是他却只找到一点点的人。对，调阅数的变化。好，那他却只找到一点点的人。你看他那时候调阅了，好像前后调阅了就是34万人，然后新增确诊数4，然后送验才10000多。那相较于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前面中研院的那个群聚感染的部分。那相较于中研院群聚感染，因为那个是算是比较单一的事件嘛，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其实中研院的那个时候他调阅也是调阅14万多笔，但是那个时候也是送验了18000多人，然后新增确诊数1个，有没有？那其实你去观察这些事件前前后后，就发现他其实越调的简讯越多，就是一开始就是一月的时候疫情开始趋严嘛，所以他其实很认真在调简讯，甚至是说到二月的时候，甚至一天调出了66万的简讯。那到我们就不说到四月的时候了，就啪，就是一次掉了就是100多万笔。那他掉了这么多笔简讯，但是其实送验数可能每天也是，不论是送验能量或是疫调能量，其实也就只能那么多，就是只能验和只能筛那么多人。那到底他掉这么多简讯有没有他的用处？而且你其实看他其实5月19到6月19，他那时候有新闻讲说他掉了303笔。但是，中研院实验室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天加起来，其实也才掉23万笔，然后找到一个确诊者吧。对。但是后来在就是疫情开始趋严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就是要求大家落实简讯实验制，然后要求大家就是调阅。那那个时候最高是到383万笔。那而且你可以注意到，那个时候就是在三月的时候。他又有再强调一次说，哦，如果大家再不落实时延制，就要境内用，就在这里有没有？一月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大家没有很认真的在落实时延制。对，如果你看就是调阅数的变化的话，在一月他说政府重申没有落实时延制境内用，说他只有窜下来一下，这是一月的时候他只有窜起来一下下，但是他并没有办法遏制就是整个时延制的，就是不论是用处啦，或是他的。传递的疯子啊，其实都没有很明显。对，那这里就讨论到最后，就是
对照类细胞简讯，其实我们知道最早在传统医疗的时候，像钻石公主号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是发送620000笔的类细胞简讯，就把那个地方的基地台框起来，有没有？磐石号的时候，那个军舰的事件，那时候是210000笔。万华的社区热点，他那时候也用类细胞简讯的，就是技术，那时候也是发送600000笔。但是你去对照简讯时间值，当他在后期开始掉300000笔、600000笔的时候，他真的有比较更小、更精确吗？其实第一个是未必，第二个就是到底医疗人员有没有那个能量，像每次都像这样的大事件去处理它。那这里我们就去反思说，简讯时间制它是大规模收集和利用个资，但是我们最后就说，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哦，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需要去赶快去做这些措施，但在疫情趋缓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卫生主管机关去着手去评估它的成效。那它的落实的方法，就是它也没有去区别说，例如说餐厅应该要比较就是严格，但是就是例如说百货场所一栋十层楼，可能就不一定需要这么严谨。对，那它这样是不是收集和调阅资料才会更精准？那再来就是政府在做这些收集、连接资料、利用资料上，其实根本看不清楚他们到底怎么选择、怎么去评估、怎么去苛责。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上面，其实我们也需要建立它相关的苛责机制，因为这个很明显现在不够。那在后实验之时代，当然现在是台湾社交距离 App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就是我们继续 follow 这个议题的话，就是请追踪我们的就是 GitHub， 或者你可以去分析我们的数据，然后 follow 就是专院资讯法中心。谢谢大家。我们谢谢 RS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那下一个议程在10分钟之后开始，谢谢大家。好。